有僵尸啦！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这边三个都有。哦，剩半条血，赶快跳下去！我怎么又饿了？好烦哦！饿超快！肚子饿难忍，人之常情。这里有僵尸啊，在这里，哪里？在这里嗨！我去看看。你看，你看到脚脚了？有个欠揍。哪里这么轻松？为什么这里有僵尸？脚脚，看脚脚。怎么会？他是怎么出来的？那边明明被封着了。欠揍哦！咦，僵尸，冰爪。哟，据说用跑的僵尸追不上的啦。你怎么不揍死他？矿坑通常不是会有那个吗？黄金吗？就是那个，没有苦力怕，苦力怕啦，苦力怕，苦力怕啦，苦力怕啦，苦力怕啦，苦力你在干嘛呢？怕啦，逃离苦力怕，我打不过他，就先逃啊，36侧逃回上侧。我把炸了。诶，这边是我刚盖的地方。看亏怕，直接送他一扇门。诶，挖到黄金了，帅！你要一小个，心，不要挂掉。我尽量跑回去。两个，开心，黄金，三、四、哇，你捡那么多个五、铁！六、七，耶！我会不会太悠闲？会哦，搞不好等一下就，诶，我看到我们家的门了，哎，居然在隔壁而啊？已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我做好面包我就嘞。走到我们家隔壁。怎么走的？哪里呀、啊？你在哪？我回来了啊。在哪里？我我发没现看我到。挖黄金的地方就在我们家隔壁而已，就我们基对。地隔壁啊，基地的。哦。你回基地了吗？回基地就看到我了。等一下，我检查一下我家的门有没有关好。可恶！嗯？怎么还不到底够？要多少动力铁骨才能冲上去？我去打鱼喽，我去欺负鱼喽。那边的鱼会无限生存吗？一二应该会吧，那怎么会有苦力怕啊？它挂掉了。一二三三个而已这是什么漂亮？哦。哇，怎么有苦力怕、啊？哇哇，我被卡住了，救命啊！一路好走哦。哇哇，太可怕了吧这边！哦，这怪物哎、欸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没血，我没血了！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！啊，我死掉了！哎，僵尸不，骷髅骑士哦，哇哦，为什么那边会有那么多怪物啊？简直可莫名能其刷 boss 出来了吧？妙！啊刷 boss，？BOSS？你打的就是小 boss，我设定没有改掉了，呵呵呵，拍谁？就是一个 要 TP 过来吗？你帮我捡装吧，还是装，赶快把它捡吧，不是5分钟就会掉吗？哎呦，哪里啊？我看就到在了，这里啊，这里我捡，关门了。太好了。我放在箱子里面吧，你自己拿回你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你有哪些。对啊，全放进去，对，放进去，放。先给我一支箭，先给我一支箭，好多东西。好多，对，你看他是骷髅骑士啊。嗯，欸，他走得很慢呐，你怎么会输给他啊？我只想逃，不想打呀，你懂怎么会刷那么多僵尸出来吗？对呀，很烦呢，我就被那堆僵尸烦死了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僵尸？刷怪刷得爽爽的。他很爱刷怪。剩下他而已啊，好简单。啊，不就过他是打得简很痛啊，单，这家伙打得很痛，因为他血很厚啊，还穿铁装，嗯哼，拿斧头猫他。哇，整个塞爆了，
你看走那么慢，他走超慢的。哎呦！打倒了，打那个黄金，再三个黄金，我就可以把那个我们的铁路铺好了。铁镐。嘿，这边。铁镐。应该不要像你那么衰，遇到 boss 就没事。我怎么那么衰啊？恐怖哦！怎么有那么多铁桶？我做的呀，可以捞很多岩浆，不是吗？我看到钻石了，真的？对，怎么这么好找钻石？可是我要黄金啊，钻石我看不上眼。我现在沿路找到一堆铁，哎，找到黄金了，开心！我真是太厉害了。请叫我找黄金达人。哦。我拿了一堆铁回家了。大丰收。谁还没关门？还是我？铁轨完工啦！铁轨完工啦！那可以做附魔台了吗？可以吧？我拉矿车下去喽。咻咻咻咻咻！你按前的话就有前进。是啊。Hello。我把你挡住。哎、欸。拉上去喽。为啥？看看我要搭坑了吗？哎、欸，跑了。他自己上去。搭下一台吧。哎、欸，他下来了，应该搭上去了。右键。哦，可以了，往前推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前面还在跟你追撞啊！好，我搭上面，我搭台上去，你搭下一台。好、哦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两台的话就会追撞啊。也要撞到你。什么？我不会被撞到的。耶、yeah。上来了。我休息一下。